西安世界成地组织亚太区中文培训项目，由世界成地组织亚太区、西安市外办与西安开放大学联合主办，为全球中文爱好者搭建走进中文世界、领略中华文化魅力的平台及合作交流、互学互鉴的桥梁。自项目启动以来，共有来自13个国家、20座城市的170余名中文爱好者纷至沓来。2022年4月8日，该项目在古城西安正式拉开帷幕。The people behind it, it's Leonardo.智慧化定制线上精品之云朵课堂，选取基础汉语、实景汉语、中国概况、魅力西安四门语言文化课程，助力学员乐学汉语，云赏长安，领略中华文化之风雅。项目进行过程中，学员们踊跃参与，反响热烈，学习成果异彩纷呈，畅游天下，中文随行，以多元视角观中国，让世界感受中华文化之美。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交流共享，互融互通，用中文搭建全球各城市间的友谊之桥。攀援为桥，共筑未来，共筑未来。以诗会友，以歌传情。快乐，是你唱的快乐，表扬的，表我的心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也少，万绿枝花少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